Minasan for you, okay? Okay. Thank you. So, 我最后还是换了 iPhone 12 Pro Max。不过呢，我并不是因为想换 iPhone 12所以才去换的手机，而是因为我工作用的手机呢，在差不多一两个礼拜之前出了一些问题，所以我必须要换手机。那为什么换成12 Pro Max 呢？其实是因为我的电话公司 Spring， 那现在因为被 T-Mobile 收购了嘛，所以其实也是 T-Mobile， 他们现在有一个 promotion， 就是我以前用的手机是 XR 嘛。它就是我把 XR trade in 的话呢，换成 iPhone 12 Pro Max， 他们就会给我415块的 credit。我这一台Pro Max 呢，其实就是最基本的128G， 所以说除去你要给它当配99.99元，就是100块，然后再除去你要把所有的税金先提前给完，除去这些东西的话呢。一个月我要配给这支电话的钱呢，其实就是差不多24块、25块左右。不过有一点呢，就是他们一定要签就是24个月的合约，就是2年的合约。那他们现在呢，还有另外一个 promotion 呢，就是如果你本来已经是他们家的用户的话，你已经有他们家的 account， 那你新加一条线路进去的话呢，然后 trade in 一台手机，比如说可以 trade in 一台 iPhone XR。然后 upgrade 到iPhone 12 Pro Max， 这样的话呢，他们会给你大概815块左右的 credit 哦。但是呢，前提是这一条新加进去的线路必须是付费线路，不可以是免费的线路，因为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活动是免费线路。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，其实你的 iPhone 12 Pro Max 签2年的合约，这样子你一个月只需要付7块钱到8块钱左右，你就可以有 iPhone 12 Pro Max。所以说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，可以去打电话问一下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啊，去店里问看看啊，看看有没有这个 promotion。但是我自己的经验是，就算你去店里，如果他说你的 account 里面没有这个 promotion 的话，你们也可以打电话到客服去问一下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这样，我去店里面问的时候呢，他们说我的 account 并没有这个 promotion， 可是我打电话给客服呢，他们是说我是有这个 promotion 的，所以说。如果你们有去店里问，然后发现自己没有这个 promotion 的话呢，先不要下定论，你们可以先打电话到客服，看看他们那边可不可以给你这个 promotion。我这支手机呢，其实也是前两天才收到的，坦白讲。我的第一印象拿到手机的时候呢，我就觉得这手机真的跟砖头一样啊。可能是因为我有加了手机壳的关系，然后因为这只手机也比原来的11 Pro Max 要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稍微可能要重一点，尤其是加了他们原厂就是苹果原厂的壳之后，真的会变得有点重。然后也因为这一次12 Pro Max 的设计哦，旁边并不是圆弧的了，是变成像这样一样的边的哦。所以说讲实在话真的有点像砖头一样。不过呢，有一点真的要说的是哦，这一次的12 Pro Max 的这个 Pacific Blue 的这个蓝色的哦，是真的很 sexy。 那这一次的 iPhone 12 Pro Max 呢，跟之前的11 Pro Max 比起来呢，
我觉得就我们普通人来讲，常规使用，其实除去外观呢，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哦。唯一有一点我感觉到有明显的差异的，其实是 iPhone 12 Pro Max 的拍照功能。因为这几天我有特别去测试了一下12 Pro Max 的拍照功能，然后跟11 Pro Max 有相比了一下哦。其实我觉得 iPhone 12 Pro Max 拍照起来，颜色呢会比较鲜艳，然后亮度会比较高，就是拍起照来会感觉比较好看一点。然后尤其是广角镜头，我也觉得比之前的11 Pro Max 好像稍微要好一些。还有一点就是 iPhone 12 Pro Max 的萤幕 size 其实是 16.7 寸的，那11 Pro Max 呢是 6.5 寸的。虽然说两只手机只有 0.2 寸的差异哦，可是呢用起来呢还是会感觉这 0.2 寸的差异其实是非常的大，尤其是在看一些 YouTube 影片啊，或者你在看一些电影的时候，你能感觉到明显的差异。还有一点必须要提到的就是，如果你是那种不喜欢用手机壳的朋友，而且非常痛恨手机上面留有手指印的话，那这一次 iPhone 12 Pro Max 的设计你大概是要抓狂了。因为呢这一次 iPhone 12的设计呢，侧边已经不再是圆弧形的，是这种平面的，而且他们这次所使用的材质哦是非常非常会沾指纹的。所以说如果你不喜欢用手机壳的朋友，这一次的 iPhone 12即便你刚清洁完整台手机哦，大概过2秒钟之后，这上面又全部都是指纹了。